原标题，大军要渡河，陈赓想了一个办法，百姓都说他是骑龙过的黄河。提起开国大将陈赓，几乎无人不知他是湖南湘乡人，黄埔一期毕业，参加过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打过许多大战和恶仗，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虽然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58年，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。黄河一带的百姓中，至今还流传着他骑龙渡河的传说。1947年8月，为了配合刘邓大军顺利跃进大别山，陈赓奉中央军委的命令，准备率部南渡黄河，挺进玉溪，开辟新的战场。当部队来到黄河岸边时，却发现情况非常严重。由于连降大雨，河水暴涨，同时国民党又把黄河北岸的船只全都抢走毁掉了，没有船该怎样过河呢？此时陈赓又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，电文称现陕北甚为困难，如你部及刘邓不能在2个月内以有效的行动调动湖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，致陕北不能支持，则2个月后湖军主力可能东调，你们困难已将增加。看过电报后，陈赓心急如焚，他恨不得自己能内生双翅飞过黄河去。由于心里烦躁，陈赓从司令部走了出来，他边走边思考，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个老乡的家里。在这里他看到了老乡用来挡雨用的油布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如果把这些油布塞上麦秸和烂棉花做成油布包，不就可以当船来用了吗？说干就干，他立刻找来几个战士，在群众的帮助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几个油布包，放在水里一试，嘿，你别说，还真像一条条小船。大家看了都很高兴，但每个油布包只能坐3、4个人，而且不好操纵，万一到了核心油布包打起转来该怎么办？这时一个战士说，把几个油布包并起来怎么样？一句话提醒了大家，大家当场做实验，把3个油布包并在一起，后尾安上座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坐一个班的人，还能同时在上一挺机枪和一门小炮，见效果不错，陈赓立刻让战士们和群众一起制作油布包，靠着这些油布包做成的渡船，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河。后来这个故事在黄河沿岸一带的百姓中口口相传，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人们说，一天黑夜，大军刚刚来到河边，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黄河咆哮如雷，惊涛骇浪中突然出现一条金色蛟龙，朝着陈赓将军摇尾颔首。陈赓大手一挥，10万大军骑上巨龙，腾云驾雾飞过黄河，吓得国民党守军目瞪口呆，一个个乖乖的当了俘虏，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